11点30分了，我们就可以正式的来领取呢我们的大床电线来做品尝。也在这边感谢今天现场朋友来到我们金钟庙大床电线，今天是我们的开幕之喜，再次感谢朋友的支持哦。今天现场一连串的开幕节目，为我们今天所有的乡亲。